为什么？昨天那个来验的陈小姐，八月八号那一天，我们有几次那一天，我们就说你这次一定一次成功，而且跟他打赌。那他昨天也成功，他验赌服是拿两块钱来赔我，我再把两块钱塞进去双胞胎，我就说我再跟你打赌，一次要双胞胎哈。那为什么伯父长哥会强调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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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？为什么只有你在强调别的验？恨不得你做五次、八次、十次，他们好赚钱。我们要的是希望你压力大，压力要减最小，希望你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做试管婴儿。我们希望你少花钱、少压力。所以，我们伯父长哥是大概是全世界唯一希望病人一次成功挂在手上，而且实质上去作为的。昨天那个也是一次成功，而且看起来是双胞胎，恭喜陈小姐。